在暑假期间，秀林商工所也安排了创意市集和农特产品行销暨乐舞展演活动。7月17号到8月30号，每周五六日三天，早上9点到下午4点，秀林商工所紧锣密鼓规划，在暑假期间增进部落产业经济，游客可以一同欣赏太鲁阁的乐舞之美。7月15号，学生们即将放暑假了，炎炎夏日一个半月的时间，秀林商工所特别安排了部落市集、农特产品行销及部落歌舞展演活动。7月17号开始，一直到8月30号，每个星期五、星期六、星期天，上午9点到下午4点，在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室外展售区办理。秀林乡长王玫瑰表示，只要是秀林乡个人工作室、立案工坊以及协会、农业产销班、小农社摊展售，也有规划农特产品行销及部落手工艺展售。现场也有3名导览人员引导游客到市集活动现场参观。导览人员会向游客仔细介绍市集内的各个工坊以及农特产品的特色。另外，金美村布拉旦和同文村木工木椅都是由协会来主办创意市集，秀林乡公所也可以全力协助办理。在暑假期间，能够把部落的文化和手工艺以及歌舞展演能够走出来，来迎接外地游客体验太鲁阁的生态之美，带动游客消费的意愿，增加各摊位的展售业绩。记者中央气象报道。